少女人，轻叹叹夫人，朗朗书声洒在窗前，谁家的诗篇传颂了千年。为什么站在一旁吞吐，刚刚开场不要着急到先结束，说话要说清楚，像我说的一样清楚，跟着我来反复，清晰流畅还带一点狗仔，举手投足前面努力承载，别人发言奇怪，别人都太难猜，听你说完还要问你 What's where right， 阳光长笑中很激烈，潇洒秋风化了人间，昨日三十功名尚不足，男儿虚度无结束，滚滚举酒在河之中，想到佛会咬人，心生皆是飞落之下，让我掌心发疼，大来的为什么没有国，大崎岖到底有几执着，长江是长江，黄河不是黄河，谁能怎么又在发火，别再打我，仰天长啸中国激烈，潇洒秋风化了人间，昨日三十功名尚不足，男儿虚度无结束，滚滚举酒，网页不会自动刷新吗？好像是有点青天繁星照明月，遥望城外兵器相见，浮生又一见，君独守皇宫已非昨日为言，谁在此哽咽，故人一直就站在君的面前，不问也不怨，君本已笑鬼猴哥的心星星点灯，打乱了君一统天下的
可以同行，原来不需要用战争去拼定，要显得任性，古人发一衰败，风筝覆盖，不奢求穷。感谢我鬼头哥敬礼，谢谢。我跟你这睡得也挺早的，姐姐。确实蛮早的，这样呢？这样好点吗？哦，可能没吐口。没脱口红呢。哦，我今天好像没涂腮红。谢鬼佛哥的青青树叶，谢谢。这样好点吗？显得很憔悴。
破。Remember, more drinks, more party.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go. Hey, Pirosca, Pina, Colada, Margarita, Tequila, Gin Tonic, Chupita. Tequila, boom boom. Tequila, boom boom. Tequila, boom boom. Tequila,是一个舞蹈主播了。好，来了，怎么可能忘记我的老本行呢？今天给你们看看我的芭蕾世家。
Cause you're mine.
场了，我还以为我开了那个循环播放，太离谱了。不要着急，要先结束。说话要说清楚，像我说的一样清楚。跟着我来反思。群星流沙，还在一年都在。举手投足，前面努力成才。别人发现奇怪，别人都太难猜。听你说话，还有我的 What's Real Life。阳光长啸，中激烈，萧瑟秋风，化了人间。昨日三十功名，尘土能而虚度无前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此挥师，越过西楼。结束了，对。普通话要标准化，蝴蝶发福地听到我快头昏，带你鱼跃龙门，小脑斧会咬人，生成结石飞流之下让我掌心发疼。大来的为什么没有国，大崎岖到底有几只脚，长江是长江，黄河不是黄河，生成怎么又在发火，别再打我。仰天长啸，中国激烈，萧瑟秋风，化了人间。昨日三十功名，成与同样而虚度无前书。看不到喵喵跳，我就欣赏一下喵喵漂亮的脸庞吧。OK， 没得问题。欢迎接钩。谢谢。跳舞主播，我是个扯皮主播。跳舞是什么？我不知道。谁在此哽咽？故人就一直站在君的面前。搞笑脸，搞笑斗鱼，冉冉升起的一颗血星。都换不来，最后的城墙破开，更高望海，一片烟火海。无能为力，尸遍满地，故人心已远。守守于天际，等待共鸣。故人惜此不问情意，有何难说明？打乱了君意，同天下的约定，
歌唱真好，和练歌词一样。我就是练歌词的呀，我不唱歌的，我从来不会唱歌，我从来都是练歌词的，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第一天看我直播？以前没看过我直播吧？难怪就是你就是不懂我的这个套路。没事了，你以后多看看就知道了。如果有条件，可以给主播办张卡，方便主播更加认识你，熟悉你。也会有遗憾吧，比如我失去了他。傻逼手机，我的手机它还没有修好，真是离谱了，还没有寄回来。手机拿去修了，而且我觉得我的手机还没有坏，换手机太傻了，就是因为就是一个手机最少8000块钱，对不对？小10000块钱换了跟旧手机没什么区别，真的，就其实可能就一个快一点，一个不快一点，一个新一点，一个旧一点，其他的没啥区别。然后这8000块钱，我买吃的，我吃饭，我就平均这样吧，我一顿饭我500块钱，8000块钱我能吃18顿，500块钱平均的饭真的是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我能吃18顿，哦，16顿，我一天吃一顿这么好的。能吃半个月。快递小哥携巨款逃跑，那是我的手机，那不是钱。对，16顿，搞错了。然后8000块钱不吃饭，换了别的地方。比如说我学钢琴，对不对？8000块钱我可以报25节，报20节那个钢琴课，报20节钢琴课。我可以学半，我可以一个月学4节课，我可以学20除以4，5个月，20除以4，5个月，为什么4×5=20？我要算这么久啊？我也不知道，可能脑子不行。我可以上5个月的课，让我5个月每个月都能有4节课。上钢琴，去学钢琴，但是然后呢，这钢琴能丰富我的生活，丰富我的精神世界，但手机没有办法，它只能当下十天内能丰富我的精神。主要手机没什么大提升，换不换没啥必要。对，手机没什么就是提升的地方没有很多。
哦，我觉得就是如果8000块钱我还可以买别的电子产品，比如说 GoPro 运动相机3000块钱，好，剩下5000块钱我可以买个运动手苹果运动手表3000块钱，好，再剩下2000块钱我再买一个什么电子产品呢？2000块钱我想想还有什么好的电子产品哈、啊、哦，我可以买 GoPro 的配件，就是本来8000块钱只能买一样东西，但是我换了别的电子产品就能换3样，就是不止。我来教你数学吧，你不要吃不可以，不要上当。这就是你这种属于是我花钱让你教我省钱。欢迎太阳哥，晚上好。手表最好别买苹果的8小时一充电，你在说8小时充电啊？你在说什么？晚上好呀，在干嘛呢？离别你，叹朝夕又何必？再遇见你，皱纹。欢迎大家，欢迎敷衍敷衍。这不甘心，基本一天充了，不用手机呀、啊。14天一充啊？你那个华为手表应该只有心率带，就是看心率这一个东西吧，应该没有别的功能吧？如果有别的功能的话，不可能这么短这么长。Hello， 主播，好久不见。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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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点啥呀？前段要踩单车都行，你定个。好，那踩单车。嗯，好。哦，好。帮我开个局好吗？我放歌哈。嗯。小燕姐姐，你是哪里人呀？谢谢我鬼佛哥的飞鼠滑翔机。我鬼佛哥说，嗯，对。8000块钱我要给喵喵刷礼物，我能刷80个飞机。谢谢我鬼佛哥的飞机，谢谢。刷80个飞机，让这个女人开心，一直开心下去。谢谢我鬼佛哥的欢欢筒。哎，墨鱼，可以帮我们上一下吗？那你送我，我喜欢，让我开心8万秒。8万秒是多久？1分钟是，1个小时是60分钼，60×60，360秒，不对，3600。这个是问题吗？你帮我算点票不？3600秒，8万。我能开心。我不跳，我先换个裤子。我一百不到了吗？自尊飞机。
那么我们抓水罐吧。哇，没事没事没事，我等我调整一下吧。我们再上一点点吗？再上一点点吗？没关系，我有计算机的。谢谢教授的关注。猫头晚上好呀，嘿嘿哥，谢谢。谢谢你棒棒，我没有见面。嗯，救救我吗？哦，我才发现我的须掉地上了。幸福的告白卡，谢谢。就是你看后面这个，那个雕像，闭嘴，要说话的那个雕像，还有个性的，还有调性，调性，要地上再见。
关注，谢谢。谢谢，我去车口摘树叶的关注。有时候会不显示的，来刷牙。那个西出玉门你们有没有看，就那个很搞笑，我在小红书上刷的，吓死我了，也给我吓到，我就说哎，还没到十五天呢，怎么就掉了。PK 啊，能不能不要输啊？谢谢六一哥的最终火箭，我先帽子人头抽抽，抽点，冲冲冲！现在十二点，可以，我们还有机会能过一个。算了，我的人头都，我的手抖了，我的人头，我的那个账号，我的手抖了。我们今天的公益信吗？还有一个小时，谢谢我爱诗意，谢谢变数哥的进群，谢谢 CEO 文迪亚的关注，谢谢，谢谢六一哥的万花筒。哇，牛批！谢谢我赏哥的五千个大气。谢谢，还有没有给我再来一个？哇，谢谢六一哥的火箭，谢谢，好好好，哎，牛逼牛逼啊啊！我孩子没了，哎，谢谢六一哥的万花筒，因为打又赢了，赢了，没什么赢的。谢谢六一哥的火箭，谢谢六一哥的自尊，哎，火箭，谢谢六一哥的万花筒，太谁给我送的礼物？我怎么赢了？没事，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想再送我请个大姐姐吗？你这几天是没有在播啊？花木最对我那个国庆节回家了。那个，那我们就发一个小小的，那个 S M 蹲可以吗 ？S 蹲我会 S M 蹲怎么蹲？就是这样子，我给你看一下。啊，好。先 S 这样蹲下去，然后腿这样子。哦，我懂了。好的。他们太黑了。把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有，那个，我放歌哈。突然发现你后面有钢管，哎，温馨，你要不就是那个，对着钢管，你我就可以了。对，可以，好看，好，可以，辛苦。谁看了谁不迷糊啊？啊，谢谢。我说这谁看了谁不迷糊啊？太可爱了，走了啊。嗯，拜拜。好，我给你叫好。拜拜。嗯。Hello， 痛哥。哎，谁有钱去点个舞？我想看他点，看他跳钢管舞。
宝贝，我听到银河的声音。欢迎木木兮，卡一酷卡一酷卡一，下了拜拜。哦，对了，你明天要上班了。跳舞歌，跳舞歌，你先听完这首歌再去上班。字正腔圆，希望你明天上班的时候，我能看你跳舞吗？你可以点舞吗？我们家一个火箭点舞。我本来想说来搞押韵的跳舞歌，但我想不出来了，我今天脑子有点落在，把脑子落在外面了，他没回来，我人回来了。你就听完这首歌吧，就当我刚刚想说的，你就当我刚刚没有说任何话。谢谢木醉哥的大白锤火箭，谢谢。刚刚感谢闪哥的两个5000个大钱。小哥还欠我7000个大钱。哦呸，7万个。嗨，我5000个能开心3个小时。对，哦，不是5000个，10000个能开心3个小时。不醉哥，你等我把这首歌听完哈。噔噔噔，是这个火箭吗？你是刚玩吗，哥哥？那你好像关注了我1400天了耶。今天顶了喽。
间风声又一间，君独守皇宫已非昨日未言，谁在此哽咽，故人一直就站在君的面前，不问也不怨，君本意。It's Britney, bitch.谢谢木嘴哥又一个火箭，谢谢谢谢老板，刀仔老塞哦，嗯啊，刀仔老塞，刀仔老塞，不是刀仔老塞呀。
turn up at they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dressed in candy flavors.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Say no drugs, gay for pay, and free Justin Bieber!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还有体力吗？嗯，可以啊，你还想看什么？我这还不顶啊。等一下我去。哦，谢谢谢谢木醉哥超级火箭。我这个顶吗？顶爆了。嗯，谢谢谢谢木醉哥哥，谢谢。那我继续，我去戴个眼镜。刚刚有个水友说戴个眼镜就更好了，然后想起了，嗯，我家里正好有那么一副眼镜。OK。
out, huh? Fuck your life, Bing Bong. You see these dogs in front? Oh shit, this is a show. 出差让我不要联系他，说怕我时差熬夜。哎呀，他可真是我的宝藏啊！他登陆山了。お兄ちゃん、I have a dick。 休息一下。 今天还有一个，还有这个，师生哥，因为今天人家不做老师了，今天我做助理了，我觉得助理比老师赚钱。 哦，是秘书，他妈的，真的脑子真的没带回来，好气啊，好气啊，好气啊！啊，好像打人啊，哦，是用这个抽人啊，太过分了。哎，怎么没有人说让我来，让我来的？我私信你啦，我已经私信你啦。 为什么我说想打人的时候，怎么就不说让我来了呢？个个嘴上说，嗯，你怕疼，你不就是因为就是要怕疼才会好玩呀？你不怕疼，那干嘛还要打你？都不叫的。 机会让给老头们，哪有女大男的嘛？为什么不可以呀、啊？
不舍重重来，只盼君能收起站台，断头换不来，最后的城墙破开，登高望海，一片烟火海。多大的丧老头啊，他说的老头是那种有钱的，木醉哥，我觉得你就挺有钱的，你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老头，你今天可以守护我吗，木醉哥？他们想看你守护我，想看你一直点我，想看就是想看你就是英勇无比的样子。真的，你别看我嬉皮笑脸的，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心中所想，我绝对不是神棍，真没有。多给大哥点情绪价值，那我不是刚刚给了吗？场不让啊。这样吧，大哥给你这个鞭子，这个鞭子拿去，你拿着这个鞭子抱你以后就是桃花泛滥。涂涂花花，心事一不经意的雪上，写下的名字是他。哎，桃花泛滥好还是不好呀？桃花多好还是不多好？要留下遗憾，再让人念。他都已经走远了。着急，不多好，不多好吗？可是我这是遭桃花的，怎么办？不，你们要说多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你们给我刷礼物，我就用这个来表达对你们的感谢，送你们一束桃花。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这个疼吗？我试试啊，不疼。但是不知道打你的话会不会疼了。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疼的。在身上抽个桃花，啊，身上抽桃花太艺术了，都是直接满红、满江红。留下遗憾，哦，满背红不是满江红，搞得有点太吓人了。拿了什么两件什么衣服啊？让我观摩观摩。走出一半，来来回回兜兜又转转。宝，你这两个衣服配上我这个桃花边，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嘿嘿哥，平日需要九九八，今日不要九九八，也不要九九，只要88，把它带回家。一半来来回回又转转，是不是这么乍一听，我想这周抽时间去下长沙了。去啊，直接明天就去。择日不如撞日。嗯，磕个
个鼻子。我知道，我今天不跟他跟我说了，然后我不知我以为他没有户外，然后说本来说如果他不户外可以出来一起吃个饭，但他去户外了，跟博哥他们吧好像，然后晚上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我算了。我这个人老社恐，见人我就害怕，见人我就抖，牙齿大，颤。我就适合像在，我就是那种就是现实唯唯诺诺，网上重锤出击的人。兴趣了，我比较喜欢哥哥们独享我，是不是呀？我直播间的好哥哥们，你们独享我是不是很快乐？你们肯定不愿意我出去抛头露面吧？这样子，就我今天还好没有出去，要是出去了我就见不到我们的老头了，我们最老头，这可是我直播间的新老头。不对，我不能说，开玩笑了，醉哥哥，你不是老头，你是我直播间的帅哥，唱那个什么样子，嘴越嗨人越怂。你小心我抽你，我跟你讲，你看我这鞭子小，但是威力可不小。感谢幸运星。对了，去了之后我还收不到我赏哥的80000个赞了啊。能开心二十二小时还是23小时来着？我又忘记了。我今天好像真的回家没带脑子，牙都成龅牙了。那又怎样？我存龅牙的话，你们还喜欢我？那说明什么？说明不管我是什么样子，你们都会喜欢我，不会因为我的颜值而不喜欢，就是喜欢我这种有趣的灵魂。你们有趣的灵魂真的是有万里挑一，好不好？你去捡这些来干嘛？说明大家都是龅牙。晚上好呀，木嘴哥一般是看直播看到几点？喜欢我的颜值身材？不，我不跳舞的时候，请不要说喜欢我的颜值和身材，要说喜欢我的灵魂。喜欢我这个三烂三什么不烂的，是不是吊玩意的三寸不烂金蛇，好像是。哦，知蛇是吧？哦，搞错了。我就说怎么感觉读的有点不太是对劲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懂了，谢谢科普，谢谢老师的科普，您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大学者。我憋半天，我就憋这三个字，我真的是我服了。
你们会不会因为我的语文不好不喜欢我？好烦哦！我怎么那么笨啊？笑死了！花魔力灰，没关系，我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真的吗？那你初中毕业了吗？就怕你数学好。我数学，那说到数学，我数学真的很好。不信你给我，你不信你出个题考考我。根号九等于几？根号九等于三。但你唱歌还可以，有潜力。真的吗？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跟你讲，我跟你们偷偷讲，我还是一个会弹钢琴的主播。想不到吧？想不到我这么斯斯文文的，还会这么狂野的音乐。我多大？木醉哥，你猜我多大？猜好点啊！猜不对的话，我就不开心的。一加二乘以二等于多少？四啊。32A。哼，我有那么拼吗？我可是车速120码的，好吧？啊，对 A， 哼，120码的车速，形容的就是我，我等于120码车速。记住，这个要考的。那看看。看你看，看到了吗？看到了我就收起来了，挺累的，这拿出来一看，真的是。但是谁让你是我家好哥哥呢？这黑色衣服可能会有点那么的走光，就是眼神不对，但是不影响，好吧？1分钟是60，2分钟是不是1分20秒？要不起，那你换套战衣，战衣是不是没有战衣啊？那个都不能换，现在可严了。谢谢我木醉哥大摆锤火箭，谢谢。要换了我还是 A 怎么办？现在有吗？我要不再那个什么一点，我再迂回，再来，再就是犹豫一下子。木醉哥哥，你这样子的话，我就要再犹豫一下下了。哎，犹豫到让你的背包空空掉。谢谢木醉哥哥的大摆锤火箭乘以三，哇，太大气了耶！现在呢，快有了，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吧。我的人头呢？谢谢木醉哥哥的，哦，快，好，可以了。有了，我去了，拜拜了，哥哥们，马上回来。你觉得我的名字叫贪婪？对啊，我叫贪喵。
You see these dogs in your front yard? Huh?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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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hard.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Bing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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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 bong. See these dogs in your front yard?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Hey yo, bing bong, bing bong.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You see these dogs in your front yard?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Going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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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hard. See these dogs in your front yard?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Bing bong,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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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 bong.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Hey yo. See these dogs in your front yard?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Bing bong.昨晚那个男的一直在缠我，我说要走，他又开一组神龙，我都说了我要早点回家，他本来就想跟我满分，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笑死我了。而且啊，他朋友也打我主意，正在去厕所的时候加我微信还牵我手，哇，要不是看他开玛莎我才不想理他呢。是啊，他们桌上那几个女的看了就吓到，穿的什么东西啊，巴黎世家跳了一年假，看神龙一上来马上拍照还打卡滴滴，还很嚣张自己开了来喝呢。哎呀，不过他昨天为了我开了那么多神秘，还真是个宝藏男孩。这个你就不懂了，你待会就知道了。我黑黑哥很懂。喂，亲爱的，你知道吗？他刚刚带我去 shopping， 说开大牛来接我。我本来今天还不想出门的，他都来了，我没办法，只好去喽。你说，他是不是真喜欢？
You see these dogs in your front yard? Huh? Just know upstairs I'm going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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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hard. You see these dogs in your front yard? 这已经是我最顶的一件衣服了，真的，这个没有想象的那么顶，这样吗？这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顶啊，那怎么办呀？感觉满足不了你了。这已经是我觉得我最顶的衣服了，也是兄弟们觉得最顶的一套了，对吧，嘿嘿哥？情人得出西施，这话说的，难道我真的不，难道真的不是他很，他不真，他真的不顶吧？欢喜哈哈，为啥我觉得好性感呢？还有木木再多人再批，那木醉哥，你觉得你认为的顶是什么样的呢？你跟我说一说，我往那方面靠一靠。说实话哈，只要别搞那些什么丰满秀的那种，若隐若现。第一皮肤，第一皮肤，第二动作，那我可能，那我觉得我最顶的可能不是皮肤和动作了。怎么办？我第一个最性感的其实都不是你这前两个，都就第三个了吧。欢迎红枫林。对，眼神丢人。但是我现在像个傻逼，只要不跳舞的时候，眼睛只要动一下，就跟你傻逼似的。Good morning.我们聊这个都不行吗？聊一聊舞蹈主播的职业生涯该如何走下去，好不好？这是我做的双眼皮，大哥。你看，哎，你都看我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这是做的双眼皮吗？喂，宝贝儿，我说要走，他又开一组神龙。我都说了，我要早点回家。他摆明想跟我满分，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笑死我了！而且啊，他朋友那要怎么走下去呢？去厕所的时候加我微信，还牵我手。不然我们再探讨一下。杀我才不想理他呢！哼，他们说是那几个女的，哼，就是。我认。
谢谢关注，谢谢。平庸的皮囊配上无趣的灵，你一直等我，我那个爱别人。天啊，我甘愿是与我们的好。来一首体面送我，舞蹈主播走下去了，就户外。嗯，要不你去做舞蹈主播，你去当，你去跟他们户外吧。你好喜欢户外哦，我发现了。背对千万年，让剧情变得狗血。就是我觉得我明明很表，我明明表现出来了，我不喜欢户外的。他还，你还要一直说，就是因为我本身我都不，我只能在直播间属于是搞笑的，但我真的我一出去播的话就不行，就是跟个傻逼似的，太傻了，憨皮，所以只能说我不适合户外。连麦跳舞 PK， 那没关系，超管把我跳舞就像门给他开了。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只能说还是不懂。欢迎哥哥们，我觉得好累啊，在外面站。我喜欢坐着。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那昨天我爱过你，你我干脆欢迎翰林学子。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只会唱这首歌，只会唱这么一句：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然后就不会了。都是我在等。今天已经八号了，明天九号了。我这个月底。八号你就给他阿爸阿爸，九号你要说什么？阿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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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九九。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停缀，苍白的上了台面，上了台面。你这不算唱歌。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别两别三别，最后百合莫辩。我们待会十二点，我们去跟小九 PK 一下。哎，我在想，他在杭州，他现在在酒店。我跟他线下去 PK 去，问小九在哪个地方线下 PK。 我没人装，可是我今天化妆化得好丑，又不想出见人。出可怜，
说的这么认真。你要出去啊？待会儿不出去啊？开玩笑的、啊。现在我曾幸福小九在杭州，他来杭州户外了，然后他现在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酒店嘛，然后因为我待会儿要去找他 PK， 然后我就在想线下 PK， 开玩笑的。太晚了。说完了，话就当赠品送。我不必再回你前脚，就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那跳了吗？我被成我乱杀了两次的，要刷点之后再跳吧。木醉哥今天都还没有看一个完整的顶顶顶。我已经理解了木醉哥的意思。沉默寡言，这些是一个礼拜见一半的见面交流，能量不相称。九号了，去年是22年，前年是21年，看了一年差不多，看过的唱不下去，那个视频有看过。去前年这个时候你们在干嘛？你们还记得起来吗？去年我也记得，前年呢？啥视频啊？你他妈是回放？没有啊，前年。欢迎青山如故。对啊，刚刚就是宇文文的歌声啊。上班，欢迎冰蝶哥。那我不知道我在不在上班。好，这应该被和谐。那么擦边视频怎么能流露在，怎么可以放在 B 站上面呢？
感谢我赏哥的飞鼠滑翔机，不错，一百出一百，真好。嗯，睡觉去了，晚安，拜拜，爽哥。晚安，嗯啊。身下温度也急转直下，漫步在街并街，走过的路会迎接不舍。哎，我明天好像可以去找一下欢喜。晚安迅宝，嗯，我明天要去面试。找一个新馆，那个馆的课还是有点少，想要多一点。最近课比较少，他涨价了，他的那个课就是来上课的人就变少了。怎么？哎，你今天几点起来的呀？我今天12点多。我昨天5点多6点回来，我直接就是干到晚上12点。晚上12点？我还以为白天12点。没有，我昨天练完回来就嘎嘎睡，狂睡。等一下，我发信息哈。我明天可能就去你家附近，我在想要不要去，如果你要起来早上就找你吃个饭。可以啊。嗯，欢迎虫虫。但我想想我家附近有什么吃，我家附近只有去那边，去这边的商场。那边你今天没打多人啊？我今天没有约，懒得约。哦，那边商场可以，到时候明天看。你要行，明天你就是结束了，你打电话给我。嗯，好。哦，我前面还在说，我觉得你搬家了，我们可能以后3个月见一次面。那不至于，只要感情在。想说啥见就啥见，我知道我们感情肯定在，我意思是我的距离太远了。还好
少吧，反正都在一个城市。对，除非说你不在一个市。我的资深工人就出了五张卡啊，这么少。没有，给你推荐一个很好喝的饮料。什么饮料？N 十二，是不是你喜欢喝茶吗？它是红茶加陈皮，就有点苦，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喝，很鲜儿，就比东方树叶好喝一点。我去看一下，我买回来试试。现在的工人就这么少东西了吗？我们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开开局的呀？有没有开开局的呢？陈皮白，那个白的不好喝，黑的好喝。哦，就这个小的是吗？哎，对，可以，我试试。哎呦，蔗糖啊？应该没有啊，茶怎么会有糖呢？哦，零蔗糖，零蔗糖的。您这躺在上面写的。嗯，我们家有没有人呢？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昨天抓水管吧。可以，昨天抓水管。感谢我黑黑哥，谢谢。哥，有没有火姑姑？哎，我家狗今天好老实啊，我都不适应。但狗今天没叫出来，是给它吃好的了。也没有啊，今天可能它自己玩累了。欢迎金州酷奶懒。哥哥哥哥哥哥，我的好哥哥，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爸爸是不是也喊爸爸了？那得看那个有没有人消费了？你消费多，那就喊。会不会有点变得太嘴脸太快？这叫懂事的女人。尖嘴神界，接着说，你有没有人生给小飞机来认女儿的？哎，所以黑哥，你今天前面去抽的什么礼物啊？幸福券啊？那你咋？那你抽了多少呀？我们休息吧，小花。好。啊！大家在这逛街吗？还回复、你最近有没有去看那个电影呀？没看，我就是没事的。最近上了好多电影，对吧？嗯，对。你看了什么？我也没看。哦。江满春等大雪。气球啊！不过我蛮想去看那个《前任四》的。哦，我也挺想去看的，好像听说都不错。哎，可口可乐，不是。到时候还是等着他
在电视上，在电视里能看的时候看电视吗？觉得就是现在去一下有点麻，有点太时间太多了。对，看电影确实挺费时间的。嗯，对，只能看电影就不能做别的事情。徐老师，这首歌有什么经典的乔木吗？这个歌吗？嗯，好像这歌我好像还没有偷一下。没有这首歌吗？好像没有，我都没跳过这首歌。啊，没有。偷一下。你要看吗？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要看吃瓜。我要做第一线吃瓜群众。哎，我欢欢，我觉得你今天那个直播跳舞的好好看，因为我把灯光变了一下。哦，我觉得特别好看。他就只哎，黑哥，你要不要点舞？你去点小欢喜跳舞，带我们一起欣赏。咱就是说，大个屁！欢迎北酷北酷，你想看？想看？想看的不得了，真的很好看。我觉得你也，你想看给你点点，必须点。要多少？欢喜，你点舞是多少来着？火箭吗？我点舞，我点舞就是不用点。黑黑哥，你不用点，你直接就是把这把 PK 掉，直接打死，往死里打。哦。那黑夜哥今天抽奖抽亏了，估计是打不死的，估计打不满的。你就那就那应该就是一个火箭点舞了。那我就吃药中药，吃那50块钱。咱就是黑夜哥，快去！相信黑夜哥好吧。哦，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礼物啊？我给你看。哦，谢谢黑哥送来的什么东西？嘉年华和枫叶摩天轮。谢谢黑哥送来的嘉年华和枫叶摩天轮。哎，为什么这个？因为它这个有 bug， 因为它这个但这个东西有 bug 的。好吧，说呢，贼无语。感谢黑哥送来的大鱼。正常点，正常点，你不要这样吧。哎。那你罚我什么？你快罚我，你快罚我！我罚你，待会儿就是我跳舞的时候，你就哇哇哇，做气氛组。行，可以，我一直给你扣弹幕，好吧 ？OK， 行，好，那我撤了哈。行，嗯，好，这惩罚非常好。Yes， 真好。徐老师，我的伤啊，你怎么给他伤了？你不说很带劲吗？你怎么舍得伤掉？哎，我就跳刚刚偷的那首歌，可以。就跳这个太骚了。还有你就是已经看不下去的了是吧？
Okay. Drip, gas, girls, связь, сайт, вальс, зад, найс, гроу, взгляд, клуб, яд, брак, жар, я, стар. Каждый день новые кроссовки, на лице татуировки. У тебя есть парень, но его нет на тусовке. Джип, гайс, герлс, связь, сайт, вальс, зад, найс, гроу, взгляд, клуб, яд, брак, жар, я, стар. Каждый день новые кроссовки, на лице татуировки. У тебя есть парень, но... Что у тебя такие ноги? Тебя туза звука. Don't stop your rhythm.
Yeah.
晴天，繁星照明月，遥望城外兵器相见，风声又一见。君独守皇宫已非昨日危言，谁在此哽咽？故人一直就站在君的面前，不问也不怨。君断一缕绣叶翩起，柳腕带功名。故人惜字不问情意，有何难说明？打乱了君一统天下的约定，谁可以甘心？原来不需要用战争去拼定，要显得人心。古人发一衰败，风尘覆盖，不奢求重来，只盼君能收起战台，断头换不来。最后的城墙破开，等到望海一片烟火海，不能为石门遍地故人心已远。不想跳。黑哥还在吗？噔噔噔噔噔。我以为你会挂着好几个直播间嘛。来，你左边站台。不行了，先呼呼了。等一下，那你猜对了，哈哈，你还在挂着谁？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甜蜜到五彩，那是疯狂，那是因为爱。我想你也能明白，你好陌生人，千万别说爱。我还看一会儿就睡觉了，可以，我播到个一点我就休息了。我刚刚在问他们的那个团课价格，哦，问他们那个课时费，一直在聊天。欢迎玩跷跷板。就像被骗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给予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成幻火，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能够看破。欢迎战男牌战斗机。不出就破，就像你伤我心不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给予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都曾
比较适合像你轻音乐类似于这种吗？就掉落最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好久没有看到邓紫棋了，他没有看到他不很正常吗？因为他是歌手啊，歌手就是要找时间去让自己放松，找灵感嘛。为什么难过？我看一下，他最近在干嘛？他在参加芒果时光音乐会是吗？看他最新程。邓紫棋应该好像在巡，在那个演唱会。他不是还有文文？更多的是那个巡回演唱会耶。看了些什么？就听他唱歌啊，又有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就是会想着反正听歌就行了，说是自己的青春，我也不是，我也一直不是很理解。他在巡回演唱会还蛮多来的。是不是改带小周了？没有啊，只是我不是前段时间休息了，我昨天本来要播的，但是我又感冒了。我最近老是，我只要一熬夜，我的免疫力就是不行。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就是 about 就是普拉提这个事情稳定下来，就不熬夜了。老是就是动不动头不舒服，然后那个皮肤又不好的。尽快，要明白，人回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的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各人间。心碎在所难免，以为通过机会做了些修炼。听完这首歌我们就下吧，你们我觉得你们也不要天天熬夜了，真的对身体好差。就有沦陷，
醒过来，你很好，他也不坏。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不负那位，却才被亏欠。路过人间，一直这轮回，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相见，都不相见。是谁？